没有，没有也是玩。唐三缺棍去不得。明白什么叫没见过不？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那捡着玩的也是挺多的。我也想玩那捡着，但得练。不过那英雄还是好弱哟，没也是没有主导能力的一个英雄，就是位移没控制，突进距离太小了，没有小控制。哎呦啊，这蛤蟆一级跟我学个抠，哎呦，让他扫白摸了一下。我在等小兵死，你在给我等什么？嗯，闪现 A 兵。아군이당했습니다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통통기더많았으면좋았을텐데插个眼儿的，防止那乌迪尔过来。哎，这乌迪尔行啊，那乌迪尔一个鸟直接把我们直接把对面蛤蟆的兵全给清了。哎呦我血赚呐，兄弟们，那蛤蟆可脑淤血了。那乌迪尔一个凤凰形态，一个小鸡形态，咔嚓一个 R 一个平 A 把蛤蟆的兵全给清了。哎呀，太好了。本来卡住了，你知道吗？那兵线卡住了，我们其实有点难受。这我们血赚了。哎，差一点点。好了，爬着上来了。发啥问号啊？你好意思发问号吗？人左一上，你玩个刀锋都没赶开，我都替那皎月都打抱不平，能不生气吗？你这搁谁不生气？阿古尼当했습니다저더블킬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기다렸다그러시야적이학살중입니다 EA 抠打一波，别急。
我想越打杀他。回血，别死，崩了。而且是血崩的那种。一家子。队友崩了，那队友崩了，那就没办法了。那能怎么办呢？慢慢来吧，不要着急。队友崩了就崩了，不要心急。差14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差1000块钱直接能三项加个皮海，大概在10分钟左右吧。哎呦我，收一下，走位。一会儿队友他们就会意识到啊，来帮这个猴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这他妈人也太多了，还行，零换一可以接受。제압되었습니다。你看，这不打开局面了吗 ？ADC 死了，对面又没抓死我，我们杀完人还跑了。这不打开局面了吗？不知道这乌迪尔要去哪，我该怎么办？忍耐，兄弟们啊，要忍耐。我们就赌这乌迪尔不在。回家了，来个皮孩加个三项，这边线让他控。我不敢动了，我没有闪现了。也没有大招，万一乌迪尔来了，我们可能要洗。9分钟，装备不错。去一波中。10秒，从左边要。大，泰坦可以呀。不追了，不追了，不追了，不追了。
哎呀，好痛！哎呀，好痛！帮他推一波线，然后我们再去上路收，省着这个左一压我们家刀锋一波兵，不合适呀他。回上路。这边左一回家了，中路的一血塔他拿不到。哎，左一没回家，没回家他没拿到，要不然塔就是他们家的了，知道吧？就因为我们刚才收那一波兵，让他们家没拿到中路一血塔。这蛤子只要回来线上回来的慢那么一点，我就把他塔给他拔了。不好意思，你的伤害有点低。这波左一怎么的，他也回家了吧？他不总不能这他都不回家，还往上赶，应该不能。我们收一波兵。2360，我这把有点秀，水银海，蟹手小件儿，就这样吧。不追那啥意思？곧 포탑 방패가 사라집니다. 항상 최고를 추구해.往下路走一波吧，我也没地方去。哎呀，没地方去呀，这回上路吧。你怎么出来啥也没干就没血了呢，哥？我的哥呀，跳弹不打，上路收兵。那蛤子八级。我们下路游一圈，然后呢回来还能收波兵，简直是有点舒服。没事，我猜上路塔，你放心，他们猜的没有我快。帮皎月打一波峡谷啊！哎，蝴蝶在下呢，你打峡谷，我吃个河蟹，拿个助攻啊！
回家出卸手。现在我们是12级，全程等级最高，没有之一。我们要扛起大旗了，兄弟们。两件套在16分钟这种时间点，我们是无敌的。现在打起来团战，没有4个人杀不了我们。左一即使503都没有我们610赏金高，看见没？中路帮一波刀锋，这玩意儿可能有闪啊，不着急。你俩好使吗？炸！那蛤蟆没有皮牌，给我追！一个完事。小龙，把小龙拿了，打开了一波局面啊！捡个闪现没用，泰坦差点死，泰坦没死掉，可惜了。这居然能没有眼儿！这边他把 E 用了啊，我们他指定是用闪，我们不直接不打，让他把闪交了。跑得跟个兔子似的，你要干什么？我现在就下路单呢，13级，712。항상최고를추구해现在要小心点啊，没有人，这都这地图上没有人，然后呢我们家队友全搁上半段呢，我们现在死了，没有任何人来支援我们，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死。好，泰坦没在，那可以打，那可以拆。泰坦没在就没事儿，就怕泰坦在，没人管是吧？别着急呀、啊，别急呀、啊！团灭了。团灭了你们大龙吧，我正好顺势把下塔拔了。不拆，再拆我要死，不能拆了。泰坦已经找我来了。不要往上面走啊，那泰坦从上面包我们来了，直接回家。看到没，包抄我来了，赶紧回家。
这波让对面一抓，700块一拿，游戏给数，不给，就是不给机会，没有机会。追追，让他追追追追追追追，使劲追！我绝对不去，赶紧跟我推中。没有人可以让我不推塔。这魔切攻击力是真高。泰坦已经不玩了，泰坦已经跑去单带去了。好勾，就杀这无敌人！哎呦我，瞬间爆炸！哎呦我，皎月太猛了，皎月，隐隐皎月，隐隐。皎月啊，猛皎月！给扛一下！拆不掉了，小龙吧。365攻击力，刀锋攻击力多少啊？刀锋316，我们365，虚区真高啊！这虚区，这魔切的虚区是太高了。对不起 ，ADC 死了。发育的太好了。这还不投啊，